随机僵尸挑战第二期。碍于老大和小花姐的手气，于是我将阳光调到了8000。好了，这一局你们暂时会翻车，大嘴扣一，小花扣二。8000过，狗都不会输。请记住这句话。先把夏露这个向日葵收了。收向日葵？这8000阳光还不够你用啊？丢，这么一说好像也是。那我们就进宫中路吧，这个导向机太麻烦了。来个矿工，木箱弹，矿工，慢动僵尸，矿工，潜水僵尸，矿工呀，木瓜僵尸，梯子僵尸。完了，这下更惨了，把路铺好了，僵尸们都不会去吃导向剂了。我太难了。终于是把他给拿下了，但是你的阳光也没了。果然论手气，没有谁能比你更背的。好了，现在到我了。哇塞，你这阵容也好不到哪儿去，三个三重射手，雪人僵尸重重八百。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。来个巨人，我去，真来了，哈哈哈，美滋滋，这一路直接给你打穿。完了，你大圆种僵尸又出现了，你看看，根本就不会吃植物，直接一路走过去。哎，真是人生无常，大肠包小肠，既然打不了，那就解决下路吧。矿工僵尸完美，再这两个雪橇车僵尸下路搞定，又剩上路了。咬个巨人，没有。咬个巨人，没有。咬个巨人，没有。呜呼 ，nice！ 那这条路我们完全不用管了，就剩最难搞的路了，直接用人海战术。赢啦，赢啦！还8000狗都不会输，笑死我了！